啊。无我，干嘛很难啊？这也难啊。无我不难。不难。啊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实修。啊。我就是要会去想。那你看一看，你这个有我，这个我是谁呀、啊？比如说，我觉得最常的见到那个情况，一个家庭的关系。啊。就是父母家庭的一些问题。对。就是会有很多你啊我啊。啊。这样。啊。每天这个道场里面，啊，都是有很多。但我们是像出外面就会碰到比较是同温同样的，可是在家里面就不一样。对。这个是因为你没找到好的老师指导你，好的老师指导我们叫内观禅修，一定要不管外面的什么风风雨雨都不管，我向内关照自己，这个向外离开身心求菩提，世人行邪道，你明白了？你一定要反观内照，启动自己的那个真我。哦，真我它本身就是空的，它本身就是空的，它本身就没相。以相求我，以因生求我，世人行邪道吗？若见诸相非相，始见如来吗？所以你要跟师父学这个法，你不学这个法，你怎么能够进去那个无我啊？那就是老在我，明白了？所以是要求法，要求法，啊、嗯。